嘿，你张唇又假成 Licky， 欢迎来到我 Studio。怎么我的回收庭院阿神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玩回收庭院了？那是因为阿神之前在拍其他系列，每次一轮到回收庭院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没有时间可以拍了，要去上班了，所以一直拖，就拖了一个多月。有 Bob 跟阿神讲说啊，今天这一集阿贝兽，阿神如果要把它拍成最后一集阿贝兽的话，15分钟是不可能的。没有关系，为了弥补 Bob 心中的缺陷，阿神这集阿贝兽会把它给拍到完，所以不管这集阿贝兽是长是短，都会是最后一集阿贝兽了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的游戏。我已经忘记我们上一次走到哪里，是这个记录档吗？好像是这个记录档。我还记得我们上次是哦，库卡鲁布大叔对不对？被布里苏揍来揍去，然后他们两个正在打得不可开交，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面走。我还记得这个地方，哎，奇怪，我明明就是往下面，为什么是会往上面走啊？这个地方有点诡异耶，所以我们就去往上面走。我现在已经有点上下不分了，哈哈。我印象中，我们的女神大人是叫做 S15， 还是没有被放出来，对不对？不知道 S15 会不会有血迹耶？还记得好几集啊，被手指那谁的牙齿还是？那不是手吧？哦，这是只手啊！那个是库卡鲁布，那不是库卡鲁布的手吧？嗯，你都不得讲，不能吃哦。不行啊！我就想到你这样说 ，Nobody's on， 啊哈！好，我们继续往前面走。嗯，那个希望是伊布利苏的手，怎么可以是库卡鲁布讲的手？我们继续往前面，库卡鲁布讲。我可以跑步吗？这款游戏可以跑步吗？好像不行。那、啊、我想跑步。好像这就只有等那么快了。那我们继续往前面走，我们就不需要在这边练等了，因为我们每一只角色等级都已经到达了30等以上，31等啊，32等，甚至是33等。Nobody讲升等升好快啊，是不是他的经验值需求比较少啊？我发现我们的 Yusafaya 他的经验值需求好像比其他的角色还多。天哪、啊，海底穷人式的无限地图也太恐怖了吧！他们是打去哪里啦？走开啦！我发现怪物的数量是不是有变多，所以是不是快要到了呢？走开，不要挡路！怒欸，有了！只要一看到流浪的商人，就代表我们接近了。老夫是流浪的回复店，10块钱就全部回复，如何？好，我回复一下好了。噔噔，话说猛改口是怎么帮忙回复的？想起来就很恐怖。哎呀，抖了一下。这里是巨大的，那是山壁是不是？那我们朝山壁上面往上走，要继续前进吗？是的，前面应该就是最后决战的地方了，是吧？终于走到了，天啊，这个地方实在是有够长的。这边吗？恐怕是。Go go！ 啊，有谁在呢？咦？哈？啊？Nobody讲都没有表情。等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给我看画面啊！我现在的表情就跟他们刚刚一模一样，怎么回事？真是的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嗯，谁打给我？浪费我的时间。哦，我妈，不好意思哦。叔叔，啊？怎么了你们？叔叔，库克勒布桑，啊？真是的，那群家伙就连这样的臭小鬼都搞不定吗？废物几个！为什么？你对叔叔做了什么？什么？只是将他五马分尸而已。不要，叔叔会死掉哦！你在说什么？我就是要杀了他。
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到底叔叔做错了什么？虽然对他没有任何怨恨，那是为了什么？是力量。杀了这个家伙，夺去他的力量的话，就只是这样子而已。怎么话？不要开玩笑了！力量什么的，到底为什么要力量？太过分了，没有必要告诉你们。这样的事，我是不会原谅的。哦 ，Nobody 讲心中一定又是说又有好吃的东西，这一次一定是上等的肉。像你们这样的小鬼，能够做什么？有趣，来吧。Hippolisu 出现了。我今天 auto attack， 完全没有办法打得到。哈！大绝全部放下去啊！按手，嗨下，完全没有用是吗？拜托，谁能敌得了？谁能抵挡得了冻酸奶啊 ？Auto， 可心，完完全全没有用哎、欸！哪里，防御姿态，哈。真是无趣啊！我是走错什么路线了吗？老贝利酱，老贝利酱是睡着了，有没有看到他那个姿势？啊！听说你们击退的那一群家伙，我还有点期待的说，怎么样说也只是臭小鬼是吗？老贝利酱睡得好可爱啊！啊！哦，跳起来了！主角 power 是吗？还没输呢！有苦气的家伙！你这个，哈！感觉被揍了肚子了，好痛哦！放开我！哼，结果你束手无策呢。存在于天使与恶魔打成一片的垃圾世界的垃圾般的臭小鬼，看见就想要吐，吵死了！把大家的世界弄得一塌糊涂的，哼，本身就已经一塌糊涂了。你说什么？大家明明就和平友好地生活着。哼，和平？这个建立于牺牲之上的世界吗？只是虚伪的和平啊！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哼，小鬼们不知道吗？可是，啦，你们有听闻过吧？什么？过去啊，这个世界，过去。虽然有听过，但有什么关系？只是听过，那么根本就毫无意义嘛。要实际的亲眼看一下。什么？让你看看吧。所以他让灰色庭园的世界里面的天使跟恶魔反目成仇是吗？啊？感觉像是什么？感觉像是他开启了谁的机关，还是他把记忆传给尤萨法亚？哈，什么？刚刚的听到了吧？在你的脑袋中回响着不会停止的声音，痛恨的声音，哀叹的声音。那个家伙
曾摧毁过这个世界，夺去了无数的生命。啊，就假装好人一样，和我一样，追根究底，也只是个恶魔罢了。然后那家伙用无比的力量，用那股力量却不用，你不觉得很浪费吗？所以有我，不要开玩笑了。和你这个家伙完全不同，叔叔是完全不同的。哈？完全不同。哇哇，看了那种影像之后，你还敢这样子说吗？真是的，这个世界就只有没脑子的人吗？没脑子的是你啊。那么你想说从大叔那边夺取力量的你才是正确的吗？笨蛋一样，脑袋有问题吧？正确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是魔王，是代表恶的一方啊。即使同样是魔王也好，你也只是一个垃圾一般的魔王啊。怎么感觉 Yusuf 要被做掉哦？哼，你说的话没头没脑的。哼，那个，总之像你这样子坏蛋，赶快给我离开这个地方。哼，不用你提醒我，把后面那个家伙杀掉之后，不会让你这样子做的。嗯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再怎么说，普通的恶魔怎么可能战胜魔王的呢？谁知道啊？那么。你尝试靠自己的力量离开吧。放开我！啊，糟了，跑不掉！看，结果你什么东西都做不到。哇，笨蛋！啊，该说那个啊，衣服被掀起来了吧？赶快放开我！好可爱哦！哈？为什么衣服被掀起来的时候，猛开口才走过来？哈？等等，你想摸哪里啊？哈？等等，这款游戏这么小，真的这么小，可恶！不要开玩笑了，我来陪你玩吧。啊！你说什么？哦，这家伙很恶心啊！啊！住手啊！啊！不用讲，叔叔，就此住手吧。啊？嗯，为什么？太慢了。什么？你做了什么东西？你没脑子吗？他为什么一直被骂？哈，库卡鲁布桑，你认为我会毫无准备的就被你打倒啊？愚昧，什么都做不到的是你。库卡鲁布桑觉醒了。哦。啊？哦，我可以动了。他们进到另外一个次元空间了吗？大家都停下来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时间暂停的法术吗 ？Hello， 哇，大家醒过啊，没事吧？呜、哦，痛痛痛！哈，醒醒你们，醒醒啊！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都没有受伤吗？没有问题，虽然有点痛，但是没事了，睡着了。等一下，罗布里讲有点像是卡比兽之类的东西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对了对了，那个呢？大家昏过去的时候，我才被那个家伙抢跑。啊？什么？可是呢，图书突然醒来，然后受到强烈的冲击之后，我又昏过去了。咦？等等，完全跟不上。那个呢？
他们现在什么？我的力量，哦，果然不能夺去所有的力量吗？怎么回事？你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强大的力量了。什么？哼，愚蠢的人，活该。不要开玩笑了！你不要给我太……你不要开玩笑啊！本来以为来的是……没想到竟然是你们，叔叔，抱歉，我已经撑不下去了，已经夺去他们的力量了，之后的事就交给你们了，叔叔。臭小子，竟然这样子对我，不给原谅！喂，那边的笨蛋，不要再让叔叔受伤了，啊，不要煽动他了，把你们全部都给杀掉！啊，不要认为能够痛快的死掉，好，好像很辛苦的样子哦。要干活就是现在喽，哼，哼，哼。打得上，哈，好的，喵。觉醒形态的，觉醒形态的以弗雷祖文 ，Battle Magic Final Lisa Fire 冻酸奶，再加上那是什么？好长的一串名字。哎呦，救急奥义分身施行，然后最后一招是梅子花开花，卡砰。哇，果然是魔王，防御率好高哦！咦呀，啪啪啪啪啪，哦，420哎，153，才50点，50点其实还蛮痛的。没关系，大招通通一口气全部放下去了，上啊！哈，啪啪啪啪啪，呼呼，得到了哦。这是挂掉的意思吗？444，32等，33等，怎么会被这群臭小鬼？哈，如何？好像感觉不错，是你的错，哈，把你给杀掉，叔叔快逃，去死吧！哈，找到了呢。哦，哈，阿鲁巴苏，阿泰鲁，那个猜到会是这里，本来打算直接来的，可是路途中迷路了呢。对不起，库卡鲁布大人，对不起，你们是什么人？阿泰鲁赶到的话，就不会再让你随心所欲的，觉悟觉悟，哈，还有很可靠哦。哎，马路夫，等一下，他们不是变成肉块了吗？让你们久等了，伊布利斯大人。哼，太迟了吧？好嘞，好嘞嘞。墨镜，明明将你打斗在一起不来就说你们是蟑螂吗？是恶魔，不是蟑螂。真是的，普莱米已经遍体鳞伤了。可是我们一起上的话，轻轻松松。哈，等等，我很困扰的，不要。怎么办？形势不利呢？哦，明明把刀打到两边都不是了。嗯，你都不讲，把他们吃掉好了。哦，头马也上来了。大家，迪亚路将、仙人将，没事吗？米娜桑，哈，太好了，没事。为什么会到这里啊？与他们会合之后就到这里啦。你们不是叫你们不要来的吗？哦，没事吗？哈哈，对不起，可是我们把坏蛋打倒喽。什么？快要死掉了，所以才叫你留在那边啊？不要，不要再吐血了。你也是，哇，哈，
等等，大家没事吗？那即使负伤者和杂种堆在一起也没意思的哦。这句话直接还给你。哈，哎妈，路飞一直被吐槽哎，全身好痛哦。我也是。呼，就是啊，除了马路夫和普艾米，我也在啊。哎，普艾米也会努力的，除非是神，否则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哼，我在这里啊。又是谁？哦 ，S U， 大家久等了 ，S U 酱。See you， 哇，哦，平安无事离开了呢。哼哼，哦，还是 you 大人，好嘞，还是 you 大人吗？哼，这次完蛋了。好嘞，准备逃走吧。好嘞，好嘞。对不起哦，可卡鲁布，没有事吧？哈，怎么回事啊？世界都要被破坏了，已经临近崩溃了。哈，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吧？然后打算怎么做？你才是又生气了，要被我杀掉吗？把我的世界弄得乱七八糟的代价是很大的哦。不要以为能简单的死掉，还把一模一样的话还给他嘞！哦，女王风范，伊芙丽苏大人，不行的，还是撤退吧。哼，塞尔娜呢？拜拜，要逃吗？打算逃走是吗？哈，嘿，逊毙了，笨蛋，笨蛋。哼！哈！喂，等等，不要再伤害库卡鲁布上了。哈！库卡鲁布大人掉下去了。库卡鲁布，交给我。哦，又飞起来了，这是他第二次救人了。哦，好重哦，叔叔好重哦，好辛苦。可是已经没有事了，没有。好，没有什么东西，哈，根本没有必要救我。他把他推开是吗？还是好，安全降落了。叔叔，没事吧？哈、啊，你已经看过了吧？啊，过去的我，那个是事实哦。我是那样的家伙，你怎么看我的呢 ，Yusafaya？叔叔啊，啊，哈，会被 SU 看到的，爆，这什么？想笑。怎么突然？等一下，这又冒出了另外一个，这是另外一组 CP 吗？喂喂，啊，叔叔，我并不在意的哦，因为叔叔是温柔的叔叔哦。笨蛋，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呢，并不简单哦，我是从心底这么想的哦。不要紧的，
叔叔可能以前是叔叔，可能以前的叔叔是很坏的人，但是现在非常温柔啊。以前的叔叔也不只是坏的吧，是有理由的吧。虽然我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，可是呢，叔叔就这样子作为我的叔叔就可以了。虽然美中不足的是经常板着脸，吵死笨蛋。哈利盖托，不用谢。哦，尤萨发呀，哈，感觉快要昏过去。哈嘞，受的伤实在太重了。啊，叔叔！哇，你们没有事吧 ？S 一五奖，叔叔，叔叔他，哈，可开了不？啊，所以刚刚 S 一五没有看到那个场景，不然他的触筒就要爆炸了。伊芙丽素大人，请打起精神，没事的。伊芙丽素大人很可怜的说，自言自语，都说不要做这样的事了。不要说话，被听见的话，我们会被杀掉的。我知道啊，我发现艾玛鲁夫啊，还有那是普艾米是吗？他们在跟那个那叫什么火焰蝙蝠走在一起，他们是同一个等级的怪物吗？哦，这就叫半路遇到鬼。你是谁？只是路过的恶魔。啊？啊？好的。没有见面的呢，你们，哇，认识他吗？不是，之前我被他袭击过，啊，不用困扰的，像你这样子的家伙胡作非为，你到底是什么？有可能许多的世界都会被你破坏，啊，可是都给他夺取你的力量，看样子已经没有事了，太好了。在说什么啊你？还不明白吗？那么，要好好的惩罚你。啊？不会让你碰伊芙丽素大人一根指头的，别阻拦我。哈！哇，丽塔奖变成丽塔桑，一声。就关在里面吧。拜拜。瞬间被秒掉哎。好了。他是像是什么什么宇宙守护者还是世界守护者之类的东西吗？我呢，最喜欢虐待像你一样不正经的人了。不要过来！哈哈，哈，啊！不要啊！总感觉最后他们的下场也不是很好呢。Right。结束了吗？不久之后，哇，就有一场那场大战打好久，难怪有爸爸说没有那么轻易就结束了。嗯，那睡得真好。哎呦，起床起床。嗯，完全恢复了呢。不过那个骚动也。好像是做梦一样。那难道那些事情全部都是我梦到的噩梦？不，是不折不扣的现实。哦，但是学校暂时休息了呢。嗯，总是先出去吧。灰色庭院又变回以前的样子了。Yusuf 的日记发生了好多事情，发生了太多事，已经搞不懂了。大家明明受了很重的伤，却马上又回复。你们是谁啊？但是只有大叔没有完全回复，
所以好担心哦。所以我们要去找大叔是吗？大叔大叔，哼，みなさん、まあ、おはよ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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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说呢？像是做梦一样不是吗？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吗？嗯，那些人间恶魔究竟是什么的？是呢，我也没有什么真实感。村子也马上回不到原样了。FU 讲也没事，村子也变回原样了。没想到 FU 奖会被关起来呢，发生了各式各样的事情呢，真是的，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章鱼，但是大叔不要紧吧？好像伤得很重，一手丢掉。明明是只要让 FU 治疗的话就可以好的，自己来治疗，这么的说，真是的，那个大叔到底在想什么？明明不需要那么固执的呢，肯定有什么理由吧？裙带菜，没有说这个，你大概是日文的同音吧？去看大叔的样子吗？挺担心的。是妈去看一下大叔。妈，你们要走吗？我先去喽。我记得我们可以用传送时间传过去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在这附近，如果我还记得的话，传送时，应该是在这附啊。我记得这边有一块传送匣，可以让我很快的就直接到那个地方。嗯，不见了吗？啊，不管了，我们直接用步行的过去吗？好久没有走这块路了。然后小蜜蜂又出现了。哦，那葛洛大将已经没有事了吗？是的，没事了呢。真不愧是你啊，还好啦，还比上大天使长。感觉葛多拉酱和欧达叔酱有点像了，黑脸的偶像。对不起，所以嘴巴上说不喜欢彼此，搞不好他们两个人喜欢彼此。哦，我们到城堡里面去看一下。没事，应该是往上走，对不对？嘿。这边都是一般的小恶魔，我们到城堡里面去找一下。好，你好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好像没有什么精神啊，看得出来吗？哼，我被库卡路布大人狠狠的教训了呢。好嘞，说我们擅自行动，你们给我认真一点之类的，一直大呼小叫。哈，精神好的可以大呼小叫了呢。我们是做了什么坏事吗？最后不是认真的去帮忙了吗？我真的很混耶。哦，闪闪发亮，所以石头又变回来了。我想苦卡路布上现在应该没有事了吧，去楼上看一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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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幸好最后的魔王已经结束，他应该是被关起来，是被抓走了吧？那个恐怖的路过的恶魔，希布利鼠跟野马路夫，他们就这样子消失了。哎呀！哦，火大叔，受的伤好一些了吗？嗯，差不多痊愈了呢，太好了！啊，叔叔他们在哪里呀？在城里的小，在城里小路的花园了。谢谢，你要保重身体啊。嗯，好的，谢谢。城里的小鹿花园，城里的小鹿花哦，楼下的那个地方吗？还是不对，应该是楼下的那个地方。噔噔，结果居然不在城里面，我们下去下面看他们。噔，哇，这集 episode 真的是一集非常非常非常长的 episode， 把我们一次看得够。这一集 episode 已经有到快要三集 episode 的量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集 episode 应该是可以到40分钟、45分钟那种超长超长的 episode。 有在这里吗？这是城里的小花园吗？不是，应该是另外一条路。那我们下去，还记得右边有一条路，在进王城之前有一小条路可以走过去吗？又回到了城外面。 FU 大人，卡卡路布桑，
应该是这条路吧。我去看一下。我们这样子去打扰他们好吗？搞不好他们在谈情说爱之类的。嘿，应该是这里吧。城里面的小花园。哎呦，果然是这里的是吗？有了，没事吗？嗯，您不用勉强自己的。哈，手机回来了。那果然这个伤由我来，不，这种程度的话，自己可以处理的。真是倔强，真是抱歉啊，坏孩子。可是，嗯，你没事实在是太好了。讨厌啦，怎么了？就那么担心我吗？这家伙，没事的，我是不会轻易死掉的哦，或是消失的，是吗？因为我是神嘛，是吗？而且，我更加担心你哦。如果可卡鲁布发生什么事的话，你这样子想，不是，不只是有什么事，差点就死掉了。哈，虽然是啦，可是啊，嗯，我总是在破坏。不要紧的，我会修复一切的哦。嗯，而且已经没事了，这个世界的防御已经大幅的强化，奇怪的家伙是进不来的哦，是吗？事前就应该这样子做的。是的。再说啊，如果你好好管理的话，是的，就不会变成这样子了。啪啦。是啊，看，一生气的话就影响伤口的哦。刚一好好教训了 SU 还有阿鲁巴鼠一番了吧？哦，不是 SU， 是阿泰鲁，那两个家伙完全不行哦。哈、啊，怒火中烧，哎呀哎呀。那么，让我做一些能够放松心情的事，啊？喂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他在找我们。啊？哦，不是找我们。好嘞，被发现了吗？不愧是你们，本来是不想要来妨碍你们的。嘿，你以为我是谁啊？是神吧？四处走来走去的，果然是你。嗯，在的话，你就帮我们一下啊。好了。在背后帮你们不少哦，那个不正经的人逃走了之后，也追上去好好惩罚了他呢。好，直接跟你们对话是第一次呢，之前只是听到声音呢。那么重新打招呼，我的名字是 Reviku， 在其他世界的担任魔王一职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。关于这个世界，只是在散步的时候偶尔发现的。与库卡鲁布是旧相识，好，他们以前认识哦。妈，有能正常沟通的孩子实在太好了，算是了。在这里的时候，也有与其他世界的魔王联络。那个不正经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知道这里的事？我一直都在调查这件事，但都搞不清楚，是吗？找到他的话，把他给五马分尸，是某处的恶魔所做的可能性很高。好了。好像推理小说一样，那即使知道也好，那也毫无帮助哦。我也会好好注意的呢。不错的决心。这里是稀有的世界，真是这个世界会比较好哦，因为这里有天使还有恶魔住在一起，是吗？当然，我要说的话就是这样子。好了，再不回去的话，我会被责备的。真是抱歉啊。不用客气，遇上困难的时候就要互相帮助。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，拜托你了。哎，咦，什么？
那么有缘的话便会再会吧。总感觉 F15 的触痛，哈，那个是什么？哦，冷汗狂冒。不知道哪里的魔王打算召开只属于魔王的晚餐会吧？好像啊，劳烦到他的话就去这样子。以前有定下这样子的约定，没事的吗？待着吧。不想去。你非常怕生吗？不想去。所以那个家伙喜欢可卡努布桑。好了。那么继续刚才打算做的事吗？嘿，来过来。不，给我等等哦。哇，被打扰了。好嘞，叔叔，你的伤好了没？咦，好。啊，对不起。等等，不是那样子。被看见了。好嘞。这是什么少女小说的情怀啊。糟了，竟然在大白天碰到我大人的时间。哦，叔叔看上去好像没有事，就先回村子里面吧。可以再过去看一下吗？村长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还在吗？还在。哦，今天真是好天气啊！是的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什么大人的事情，都说我不是啊。我真的太可爱了，我们先回村子里面看一下好了。叮噔叮噔噔噔噔，村子是在下面那个地方。一宿，嘿，应该是要往下面走，对不对？嘿，然后继续往前面走，又回到蜜蜂的地方。我发现海底穷人厉害的地方，不是他的剧情结束，就是真的结束，后面还有好长好长好长一段。难怪有爸爸说我不可能在一起时空玩。我终于知道你们说的意思是什么了。那继续往下面走，下面应该就是村庄了，对吧？回到村庄了。哦，迪亚洛 Shalon， 欢迎回来，回来真巧呢。想要再做苹果派请大家吃呢，现在就是准备摘苹果，顺便采一点毛虫，不会拿的。好诶，出发。好嘞，弗鲁斯酱呢？刚刚很少见你说去花园了啊，虽然说了马上会回来，正好就把它带回来吧。了解。所以花园是在哪个方向啊？花园应该是在左边的方向，是不是？哦，是不是去参拜了？应该是往左边走，再往上面走。哦，对，这边有一张地图还没有来过，是这里吗？这也不知道是谁的墓啊，从头到尾都没有人知道这是谁的墓。嘿，往前面看一下，花园应该是这里吧？这个洞还没有填起来哎。叮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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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花园是苹果园吗？应该不是吧，这应该就只是花园而已。所以妈先去花园一趟，这把剑也还没有拆起来，这到底是什么理故事啊？还是我这集根本就不会完结了？这个集数也太长了吧。往前走一宿，好像要继续往前走。我觉得这集还没走，真的有点肥过头了，他已经快要到50分钟了，应该是这里吧。 Froze 酱，你跑到花园里面做什么？你有在这里吗？没有在这里我会很生气哦，这是我一开始出现的地方，对不对？ Froze 酱有了。
Fruit 酱。Fruit 酱。哦、oh, ，Yusuf， 迪亚洛酱他们呢、啊、要做苹果派，所以一起去摘苹果吧。好，对了，怎么了？嗯 ，Fruit 酱一个人来花田还真少见呢。偶尔来一下不行吗？才不是。嗯 ？Yusafa 呀？啊？大人时间。只是因为现在才对你说的哦。那个，我还是很感谢你的呢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不不，说什么呢？我才是老是给Fruit酱添麻烦的。不，那个什么，那个，如你所见，我这人爱理爱理不理的，而且还容易发火。尽管如此，老是对我那么温柔。那个，谢谢你。我才是呢，谢谢你。我也是很感谢 Fruit 酱的哦。多亏是 Fruit 酱，我又能够在天空中飞翔了呢。那是我的功劳吗？嗯，是的哦。Fruit 酱，Fruit 酱虽然本来就很可爱，但是如果笑起来的话，会更可爱的哦。所以呢，笑起来吧。啊、哦，真的还蛮可爱的，是吗？嘿嘿嘿。嗯，果然是不行，好害羞、哦。对不起。哈，没问题的。咦，每天一点一点的笑起来的话，渐渐的就不会害羞了吧？所以说，跟我一起，每天都一直笑吧。哼，嗯，回去吧。好。嗨，结束了吗？没有，还没结束。不会又掉下去了吗？阿兰、啊。哦，跳过这了，哈，我还以为他又要掉下去了，嘿嘿嘿。马克诺那奖被毛毛虫吓到昏倒了。狗多乐酱在追他的，在追他的眼睛是吗？他要报仇。OK， 这个系列差不多该按到这了。如果宝宝们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不要忘了在左下角个喜欢，在左上角个订阅，持续更新频道，持续更新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不，下一个系列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
什么？刚才好像什么东西掉到花田那边了。咦，去看看吧。